那我们看这题哦，他做一个上下行 ABC 当中，小 A 小 B 小 C 三边长是小 A 小 B 小 C， 麻烦你好不好，他说小 A 是几，你就画一个上下行 ABC 出来好不好，大概大概小 A 对边叫小 A 是几，根号二，小 B 的对面叫小 B 是几，二，小 C 的对面叫小 C 是几，根号三，减一。那题目要求什么？求最大内角。我们在数学上有一句啊，大边对大角，小边对小角，哪个边最大？小 B 最大，所以对乖角 B 是最大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告诉我 cos B 是几，以角 B 为中心，先把两边平方相加 ，C 平方加 A 平方。干掉对面的 B 平方之后，再除以 2CA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想请问一下 cos B 怎么算，它等于 C 平方，行不行？根号3减1的平方，再加上根号平方是几， 2， 减掉2的平方是几， 4，所以2乘 C 乘 A， 2根号2乘上根号3减 1， 这样行不行？之后麻烦你把它算一下好不好， OK， 把它爆开， A 减 B 平方乘开是 A 平方加 B 平方 4， 再减掉2根号3行不行，后面2减4是几，负 2， 这边是2根号2乘上根号3减 1， 这样行不行？好，你看一下分子的地方，你告诉我2减4减2是几， 2减掉2根号3，所以2根号2乘上根号3减 1， 这样行不行？好，可不可以提出 2？ 可以，你提出2之后它变几， 1减根号3，分母 A 是2根号2乘上根号3减 1， 写到这边时你观察一下，我们确实2和2可以消掉，根号3减和1减根号3可不可以消掉？可以，但是消掉之后差一个什么号？负号，所以它算出来等于几？根号2分之几？负 1， 是不是出来了？ cos B 等于根号2分之负 1， 可见角 B 是几度？先不要管负号， cos B 等于根号2分之 1， 可见 B 是几度？45度，加了负号之后代表说这个45度在第几象限？在第二象限，对吧？可见这角 B 在第二象限，行不行？所以说这个角是几度？135度，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角 B 是几度？135度。 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